看到这个标题，大家会以为我是熊中毕业的，还有这个说辞，太棒了，就靠这样子来骗点阅吧，救救这个可怜可悲的频道。可怜了，熊中到啦！我从燕巢骑来熊中了。为什么要来熊中呢？因为我们要去见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。然后向右转。啊，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熊中应该没有熊中了吧？这么高数值的，应该不会看我以前对吧？哇，这里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你是王一晨啊？还想看水母吗？没有啊，我都不听到啊，这里。我要看到你，我要看到你啊！啊，就是你啊！回头，我要看到你，我骑进来了。不是吗？不然要停哪里？也不知道，对，我也不知道停哪里。你不是要看罗马生死斗？可以一下。或者是我要干什么？什么玩意？一堆真相，然后刚好就把它拆了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玩那个。我要去东方看龙马神兽，然后还有我要参考过去东西。确实，过去东西。哇，人那么多是怎样？这边应该大部分都是校外的人吧？对吧、啊？换衣服都是校外人。你不想卖东西吗？全部人都不要。你知道我们班当初没有会什么都不会啊，然后就开始学什么做松饼跟烤香肠，超狂。好强啊！完全不想做。然后还会借器材，然后还卖冰棒、借冰袋，他们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就开始学。结果隔壁班直接搬来两个老爸，一个卖炸鸡排，一个卖大花枝丸，直接把我们打趴。我是不是看起来不像年纪比你大？好多草。看起来像同学。叫我的骑士男子买东西，然后有一个阿伯站在路边，好像是开计程车，我要说慢慢骑过去，他跟我说，他这边上课了。啊，你不用上课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是怎样。然后他骂我哎，干你没大学生。我们就看起来空虚哦，没有观众。没有人说这边有啊，怕围住啊。没有人说这边有。有人说大家都不知道开始打了。玩这个要钱哦。不知道。还是玩这个要饮料。可能要自备饮料。那他们如果摆一箱饮料这边就发财了。你等于去看看那个。我看有人好热闹，你知道我在我校区一些人在远方大喊哎、欸、网红这样子。真的哦？对啊，那家伙在对面的，他看得到我吗？去你妈！他好像看到我，他看到我，看到我，他觉得你是谁？对，他应该觉得那是谁？可是我上次去找他的时候，我也穿这样。我老婆也穿这样。他全身黑，他什么都黑。口罩黑，全身黑，包黑。那后面背的那只娃娃都黑的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又变胖了？你要从哪边过来啊？屏东啊，有一滩有十几公分大的。你要打罗马生死斗吗？看起来超废的，熊中的怪人。那是什么？这名叫德国香肠，骗我没读书。好，走吧。有线吗？二十公分就感觉是超市卖的啊。我们做了四十公分，那根本就不是热狗，就是香肠，对啊，你是香肠，他们写错了吧？那名叫德国香肠，你直接一整开始爆买，一张我变人气变多多，这是民调哎，投票箱，哎、欸，是这样赚钱的，干，这样可以赚钱哎，商业头脑，怎样？你给他不如给我，把钱丢可以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干。你没有丢50块，干哎、欸、有50块、欸，啊，台湾价值很值，还是他们整自己丢了、啊，干嘛？时代有没有表在熊中高速之都，有人连胜十场，不知道我怎么看的，还是不想玩，你们交生日服吗？大学的，那为什么要分日服？因为你要表示。然后高智商，其实
是你们校规是不是有上课不能玩手机的项目？有，校规有，跟老师看老师的资料是也很记得。这是你们午餐不吃的时候会买的东西吗？会不会买这个？我宁愿不吃也要买这个。为什么？就是很烂吗？就是花钱花这个钱不值得。把这个东西搬走，我就发财。这是象牙对吧？这个大奖，三个被冲出去了，超不超？那奖就是小超不超？到底是多少？100。先看，统计一下。胸中竖直的天女散花，还有路边临停的汤姆熊。为什么你们垃圾会丢成这样？坏掉了。我跟你讲，那新民的运动会不可能看到这种东西。而且我们好像很久很久才办一次运动会一样。靠！你看那个多事，那个吐司50元改20元这样。那我们刚买吐司就浪费钱。不是啊，你在家里抹一抹自己吃就好了。那这边只是在吃气氛。哇，怎么还在打？哦，没有丢哎，开始离开熊中吧。哎，各位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路上看到这个，小心青蛙，呱呱呱呱呱呱。呱呱呱呱呱！这一天大老远要搭去博二上课，就为了上一堂课，所以就随手拍一下。搭了20几公里，就为了上一堂奇怪的课，有啦，正品还有一个小包包。我印的没有很好，哎，你知道我有买这个吗？我买一包。对啊，我买一包。现在来到吉维尼西点面包，这一家是泰币的面包店，好像只有这一家而已。所以比起一些什么分地美食之类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值得来一下。必须要搭车搭到博二，我们搭了22公里的车，然后只换到就是特别搭22公里的车，我没有理由不来买一下面包，好不好？都来这么远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喜欢越南杂货店的东西，因为真的都很便宜。妈的，真的抢我钱了！妈的，都卖超贵，这样。一夜床上面随便一间路边，一罐15-20，这边可以卖到30几块。天哪、啊！隔壁这间的价格才稍微合理一点，刚刚那间他妈的。这边是六合夜市，可是为什么这边两边要各开间 seven 啊？莫名其妙。终于来朝圣这个地方了，算是路过了，呵呵。路过这个后进夜市。那因为我不小心错过公车了，看一下吧。听说南部的夜市都有面包店，我看到了。我就有100，太便宜了吧！我的妈，太扯了，这边有赚吗？应该是不会买任何东西啊。再见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蛤蜊罐头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蛤蜊罐头，超小一罐的。哇靠！我找到了，我找这东西找好久了，红豆泥罐头。
哦，海绵宝宝不该是长这样子的。我太丑了，不要开玩笑了。